天和大家一起来织一件非常修身、版型极好的女士套头的上装。这款作品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你看，它穿着非常舒适、高腰、修身、显瘦，两个类似于公主抛袖的这样的一个袖子的效果啊，非常的舒服，而且领子是最大的亮点。好，这两款作品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熟悉我的同学已经知道，你在每一部书的封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好，我们现在呢就和同学们一起来揭秘这件毛衣在编织过程当中的所有细节。如果你想按照自己的身形来编织这件衣服，请一定要认真的看教程，因为我会在整个的教程的播放当中为大家穿插着讲解，按照你的身材，我们对这件衣服的针数和尺寸要做怎样的调整。并且不可错过的是，它有很多个小细节、小技巧。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首先来说毛线和工具。这款作品采用的是纯羊毛的粗线完成，织针6号织针，每一根毛线直径 2.5 毫米，如果捻开，里边由4小股组成，整件毛衣毛线的用量全加起来一共是1斤3两多就能够完成它。好，这些同学们都掌握之后，我们将进入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它的起针。整体我们一共起了多少针呢？这儿这底边啊，这是我们起针的位置啊，这一圈总的针数我们只起了144针。织的是什么花纹呢？同学们仔细看啊，我们织的是拧针的双螺纹，看出来了吗？啊，正款的这个花纹非常的简单啊，同学们准备截图。它跟普通的螺纹很像，但是反针没变化，只是正针我们在编织的过程当中隔一行一拧针，也就是这行正针拧，下行不拧，第三行又拧，如此重复啊，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紧致的花纹。好，那么我们的总针数144针起完了之后，你也知道是织什么花纹了。然后我们环形向上织它，高度向上织18厘米。注意，我设计的很多衣服都是考虑到穿上去以后整个人显得非常挺拔，所以这个位置一定要增高一些啊。传统的也就织5-6厘米哈，但是这款我们织了18。其实重要一个原因是它省线，哈哈。然后呢，我们要给它在这一行的范围之内，注意啊，在这一行的范围之内改织别的花纹了。注意看啊，那么我们织的是什么花纹呢？桂花针，就是一行正一行反，每两行一交替，这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个花纹啊。好，桂花针，我们这144针环形向上也织了18厘米，你看两个18，看到了吧？啊，也织了18厘米之后，问题来了，然后我们就要怎样了？就要分两部分织了啊。那么分两部分织，也就预示着你的环形织结束了，我们要改成了往返织了啊。前后片各分得72针，看。前后片各分得了72针啊，我们将这72针分别的往返向上编织。注意，注意，在分别往返向上编织的时候，我们将在72针的左右两侧进行规律的减针。怎样的规律呢？同学们看啊，我们要在它的整个的腋下的位置，看，连前在后啊，整个左右两侧各减4针。之所以说了一句连前在后，是因为后片也是这样操作。看，后片也是在72针的左右各减4针啊。当然，我们先基本上都是先完成的后背片，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位置这样讲。然后呢，各减完4针之后，我们将迎来了一次舒缓的减针。怎样减？我们需要在它的两侧啊，隔一行减一针，隔一行减一针，一共减多少次呢？6次。注意，这个减针的手法包括你的两侧以及左右前片啊，以及后背片的左右啊，都是用的这样的减针手法来完成的。好，
用这样的方式剪针。剪针的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是先完成的后背片，对不对呀？啊，整个后背片我们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同学们注意啊，我们来看，在我们剪按着要求啊，这样剪完了针之后，你要保持原有针数，还织原有这花纹啊，连前片在后片我们织的都是桂花针啊，往返再继续向上织，总的高度注意了啊，我们向上一共给它织了多少呢？18厘米。注意，这18厘米可不是从开始的位置算起的啊，而是从腋下到肩头的垂直高度。你看这件衣服特别简单，腋下到肩头垂直18厘米，腋下到改变花纹的地方18厘米，起针底边部分也是18，三个18，一长54厘米，哈哈。好，也就是说我们从这儿算起是垂直织18，而不是说剪完针以后再织18，那样就太长了，理解了吧？好，那么后背片织完之后，给它将所有的针套就放在织针上，别碰，等待着下一个环节啊，我们来进行前片啊。前片实际上和后背片很像，但只是我们两个腋下剪完针之后没有向上织那么高，对不对啊？没有织的特别高啊，而是什么呀？而是只向上织了4厘米。从哪算的？从你腋下第一次剪针的位置算起，向上垂直高度4厘米。当你的垂直高度达到4厘米之后，我们将迎来领口位置的剪针，理解了吗？好，领口位置我们要取领子正中间的16针，给它平留。注意，我们要留这16针，而不能给它收了啊。如果你收掉的话，就会增加环节了，对不对？一会儿你的领子再挑针的时候，到这再挑就要麻烦了。好，16针我们平留之后，我们将迎来了领口的真正剪针了啊。我们将在16针的左右两侧进行剪针，怎样的规律呢？我们需要每两行剪3针，剪一次，或者你理解成隔一行剪3针，剪一次啊。然后每两行剪2针，剪2次，每两行剪1针，剪3次，记住了吗？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剪针。剪完针之后，你自己剩下了多少针，保持这个针数继续往返向上织，直到跟后背片一样高。换句话说，也就是从腋下到肩头的垂直高度达到18厘米之后，才是你前片的高度正常的完成，理解了吗？当然另外一侧也是啊，两侧的剪针方法完全一样，并且保持对称，方法都一样啊。当你把你的一个片片完成之后，看看它剩了多少针，你就从后背片取多少针，然后从肩头，在肩头位置镶织缝。注意织缝的过程当中不可以太用力的拉扯线啊，要确保它的自然的肩宽。好，我们而且还要求大家啊，在领啊前后肩头织缝的时候，从外手向内手这样织缝啊，只有这样才会使得你的后脖子的针数会被自然的剩下来，形成一会儿你要织领子的领片位置的针数，理解了吗？好，前后肩头你都已经织缝上了，这是一个硕大的一个大口子，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呢？从整个领口的位置啊，挑织出来所有针。这位置16针是直接织上的，其他这些位置从这儿到这儿是给它挑着织的啊，一根织针一根毛线挑着织过来，到这儿16针给它织上，这边再挑，整个后脖子位置剩下的针织在一起，这样你这一圈就合成在一起了啊。合成在一起之后，我们将总针数控制在120针，也就是说如果你按刚刚的方法挑出了130针，你就要给它减至120针，理解了吗？好，我们将整个这一圈的120针环形向上织这个花纹，什么花纹呢？织领子的花纹，按照这个图解来。这个不会织的同学啊，这叫划针啊，同学们可以在互联网搜索一下啊，之前我为大家讲解过这些织法的图啊，各种各样子的教程啊，仔细看，实际上它织的过程当中就是从底下这儿给它又带上了一针来啊，为了让它最后形成这样的一个
分界线的一个作用，两边这儿呢很饱满，它这儿呢戴着的时候同学们可以稍微紧一点啊，这儿给它弄得紧致一些，更加体现出两边这样很饱满了啊。好，用这个方法，我们环形向上，将整个领子的部分一共给它向上织了多高呢？整个领子啊，我们向上一共织了10厘米。织完10厘米之后，我们给它收平边，看到了吗？啊，收一个平边啊，最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非常有特点的领子的部分。然后我们将进入袖子啊，袖子很简洁，整个的袖子的部分，看也是从袖口的位置起的针啊，这一圈总针数，我们一共给它起了40针，将这40针环形向上织的是什么呀？仔细看，拧针的双螺纹。刚刚你截过图了啊，拧针的双螺纹的高度，这40针我们环形向上，一共给它织了30厘米。达到30厘米之后，注意，在这40针的这一圈的范围之内，将40针给它均匀的加织多少啊？70针，你看加的很多啊，所以它这位置的袖子会非常的舒适，对不对呀？好，加织70针之后，我们要怎样？环形的向上，依然我们织的是什么呀？织的是跟正身一样的桂花针，就是一针正一针反，每两行一交替啊，这样的花纹。我们向上这位置的高度一共织了14厘米，看这位置啊，达到14厘米之后，直接的在这个位置袖叶处啊，开始规律的减针。怎样减？连前在后各平收4针，也就是总针数啊，你减去了8针才对。然后呢，你就告别了环形织，我们改成了往返织了啊。往返织的过程当中，在整个袖片的两侧，左右两侧啊，隔一行减一针，一共减15次。注意，隔一行减一针啊，减15次。减完15次之后，剩下的针仅收平边，哈哈，小技巧，对不对啊？也就是如果我们的袖子相对来讲针数比较多的时候，然后正身这儿马蹄怕缝合的时候不能吻合，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剩下的针收针的松紧的力度来调节整个你的马蹄和袖龙口的这个边沿，让它保持一致，理解了吗？好，收完针之后完成另外一个袖子，两个袖子都完成和正身缝合在一起，这样一个非常有创意，非常显瘦，非常非常舒适的衣服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但是我们是普通人呢，如果想织这件衣服，针数要做怎样的调整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胸围啊，虽然总针数才多少啊，144针，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件衣服的胸围形成多少，80厘米，看到了吗？好，那么问题就来了，80厘米的胸围一共是多少针啊？一共是144针，对不对？我们来144除以刚才的这个80厘米的胸围，得出来1.8。你知道这1.8是什么吗？就是每1.8针刚好等于1厘米宽，理解了吧？好，那么如果你想织一件衣服的话，不知道自己要穿多少胸围，那么回去找自己的这种针织类的衣服啊，手织的也行，机器织的也行，只要是毛衣就可以，你自己去量一下你衣服的胸围是多少，量出来的数字直接乘以刚刚我们算出来的那个 1.8， 就是你这位置的针数。好了，有同学量了，说了我一共量了我的衣服是93厘米，好了，拿 1.8 直接乘以一下你的93厘米，看167，这个数字就刚好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针数。当然大前提是你必须和我的针和毛线是相同规格，记住了吗？好，但是还要符合一个原则啊，由于我们起针的时候直接就起到了相对应的针数啊，所以你必须是4的倍数，所以我们给它做一个调整，小的微调，167.4变成168，也就是胸围93的同学啊sorry，也就是说想织胸围93厘米衣服的同学，你这个位置要168针，理解了吗？啊，那么
其他的位置呢做怎样的调整啊？底边圆款织啦，18，你看情况啊。如果你身高没有超过1米66吧，如果你没有超过1米66，好了，就可以这儿18，这儿18，这儿腋下到肩头也18，跟圆款一样的高度就可以，理解了吗？啊，如果你的身高啊，如果你的身高超过了1米6。你身高在1米68以下，1米68啊，女生啊，那么你就可以这儿还保持是18，这不要再变了啊，让这位置要增加啊，你最少最少这位置要织21或者是22，理解了吗？好，然后呢，如果体重高的同学啊，从腋下到肩头的直线高度，如果你要是身高在1米66以下，这位置啊18厘米就不要再动了，但是如果你要身高超过1米66。啊，而且体重啊超过了115斤，腋下到肩头的高度你要织19厘米，比教程多1厘米，知道了吗？啊，如果你要是128斤以下，这位置你就要织20，以此类推。好，然后呢，其他位置基本都跟原款是一样的，没差别，唯独袖子啊，个子高的同学袖子的长度可以做调整。如果你在1米66以下啊，从袖口到腋下的长度44到45厘米之间就可以了，不要再做调整啊。当然个子高的同学可以增加，但不要增加太多啊。好，原款这位置我们一共加了，加到很多针啊，加到7啊，加至我看有多少针啊，加至70针了。所以如果体重没有超过135斤的同学啊，这位置的针数70针就不要再动了，理解了吗？啊，并且完全按照教程来，都按照教程刚刚我讲的来啊，这样来操作的话，如果没有超过130斤的同学啊，整个袖子不用做调整，针数不用做调整啊，包括减针的数都跟教程基本保持一致，理解了吗？只是你收针的时候，剩下的针我们都是平收的，收针的时候用手劲的松紧来控制收针的这个位置的长短，这样两部分依然能够吻合在一起，理解了吗？因为这个针法啊，你可能了解了，你看它的弹性，看见了吗？啊，很大的啊。好，用这些小技巧以及对花纹的每一种密度的了解，我们能够为自己织一件特别合身的衣服，这就是编织的魅力。好，如果喜欢教程请点赞，非常感谢各位。